早安，园艺小国家，艾玛 Candy 今天又要跟大家来分享我的小小花园。你看，一大早就晴空万里，这是我楼顶的小小花园，这是其中的一角。其实呢，这一角呢，我用的这个就是铁板，是社区里头车库里换下来的这个铁板，就环保再利用。因为这个区块是我的厨房，几乎是我天天都要使用的厨房，那么在顶楼就特别特别的热了，所以我用这样子回收的铁板来做一个遮盖，然后上面摆了我所有的花花草草。这些花花草草，你看看这个墨西哥鼠尾草，纸胶，好多好多的花草。现在最盛开的就是我们的风雨兰，昨天才分享过的。然后这里有准备要开花的紫苑，这里有还是我们的这个酒兰。瞧瞧我们这个小小的这个隔离铁板上面，我就用了一些小盆栽做了一点点的，算布置吗？应该也可以，因为这些小盆栽就是平常的这些花草把它植入。大部分你看看看得到的很多的保丽龙，其实那些保丽龙香就是后面那个最大这一块呢，其实是换了新冰箱的那个大的保丽龙，就拿来垫吧。所有的种植都是天然自然永续堆肥造土造出来的。瞧瞧现在的旅行呢，都是捡石头、木头、竹头。瞧瞧你看我们这只多可爱的小瓜牛，还有这只，你看这是竹头，像不像一只非常可爱又忠守职责的腊肠狗？这就是我今天早上稍微整理一下，因为落叶然后把它扫干净，所以呢看看非常舒服，一大早就晴空万里，美丽极了。